尊敬的沈老先生，尊敬的主办单位的诸位大德、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借助昨天三福六合这一个讲题。三福是我们学佛的根底，决定不能够轻易的看过。我们这一生的修学能不能有成就，完全呢看这个基础坚不坚固。如果这个基础打得好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在这一生当中都能有成就。成就的大小完全看个人的努力，佛法讲的精进。今天晚上我跟诸位说六合敬，三福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就是六合。所以佛法的修学从什么地方呢？看你的成绩呢，就在六合敬。六合敬诸位要细细的看这个名称六是数目字，是六条，和和睦相处啊，这里头还有一个敬，敬就是彼此互相尊敬。和里面如果没有敬，那只有形式没有实质。如果有实质的敬，没有外表的和，也不能够圆满和与敬表里一致。这是圣人教导我们的和敬是在讲就是性德的流露。凡夫跟佛的差别就在此地，所以我们要学佛，要学和，要学敬。其实事出世间法没有不重视和的，你看看儒家所说的礼智用和为贵，古时候这些帝王
都是有真实智慧的。有德行，为天下人民服务啊！真正做到了他本分责任的三个字啊，君、亲、子。所以从前从天子到地方上的政务官啊，我们今天讲的政务官啊，我们世俗称他为父母官，民之父母啊。现在民主社会不一样，现在做官的人呢，是人民的公仆。我们从这些地方细心观察，这个仆人照顾我们，哪有父母周到呢？啊，还是父母好啊。所以往年呢，有一次我跟演培法师在一起，演培法师就问我，说净空法师，你呀是赞成君主啊，还是赞成民主？我说我赞成君主，我欢喜君主。他说你的思想啊落伍了，跟不上时代了。我告诉他，我根本就没有落伍啊，我哪里会落伍呢？落伍才会落伍啊，我没落伍啊。君主的好处多啊，多过民主啊。我们要很冷静细心去观察。君主时代如果不负责任，他的政权很容易比别人夺去了，他的结果是国破家亡。所以古时候的君主每一天无不是战战兢兢，小心谨慎啊！所以他能够传国几十代，能够享国两三百年呢。从这些地方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君主的优点啊。民主演变到今天呢，几乎是不负责任了，人民痛苦啊。他的任期很短，他没有长远的眼光，这是一桩很遗憾的事情。君主治国讲和啊，你们如果有机会到中国去旅游啊，到北京呢，一定会看看故宫啊。故宫是元明清三代，大约有700多年了，都城了，帝王居住的所在。故宫里面有三个主要的
建筑。中国民间称为金銮殿，皇帝开会的场所，国家重大典礼都在这个地方举行。那个殿不叫金銮殿，我去看过了，它叫什么殿呢？叫太和殿。你从这个名称就想到他的用意，他的心量之大了，太厚啊！第二个殿堂，太和殿的后面，中和；最后一个殿堂，保和。你看看，三个殿呢？都用和，太和、中和、保和，这个名称出自于中国的易经，我们就知道古圣先王以孝治天下，以和治天下，念念不忘与一切众生和平相处。他后世的子孙如果代代都能遵守祖宗的成规，他的国不会灭亡。如果后世子孙不孝，不能够遵守祖宗的教诲，任意胡为，他的国家就会灭亡。诸位读中国历史，你看看中国古时候改朝换代，前因后果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中国这个民族自古以来接受大圣大贤的教诲，可以说我们尊道啊，尊重道德，贵和重教，重视教育。《礼记·学诫》里面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：建国君民，建立一个国家，领导人民，教学为先呐，把教育这个事情摆在第一位。过去社会没有现在这么复杂，政务比现在简单的多，宰相下面六个部，六部第一个部是礼部，礼部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啊，把教育摆在第一位呀。这个制度可以说从汉武帝制定国家教育的政策、教育的方针，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。我过去读书对这一段事情感觉到很奇怪，
每一个朝代都有性格，唯独教育这个宗旨方针，这2000多年来，无论是哪一个人主政，都没有改变。这是什么道理？我们有没有去想过呢？这不是小事，是大事啊！所以我常常跟同学们说了，中国这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，这样漫长岁月当中，这个民族没有被毁灭，中国的文化没有被灭亡，什么原因？教育啊，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，帝王带头啊，帝王你看做之君，君是国家领导人，做之卿，卿是全国人民的父母。做之师是全国人民的导师，帝王的职责就是这三个字：君、卿、师。这三个字他都能够落实，他做好了，这是好的帝王啊。博得千年万世人的尊敬。教育用什么方法呢？中国人确实有智慧，非常聪明。用祠堂来教孝，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祠堂，现在在中国看不到了，在新加坡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，这个古城呢，我看到许许多多人家的祠堂啊，我看了欢喜，叫孝啊。第二个呢，有孔庙啊，孔庙是教师道啊，奉师师长。你看看敬业三福前面两句啊，孝养父母，用祠堂来教，奉祀师长啊，用孔庙啊来教导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中国自古以来很重视因果的教育，种善因得善果，种不善的因呢，必定有不善的果报啊！那用什么来教呢？用城隍庙啊！城隍庙是因果教育。这个教育收的效果不可思议，绝不在祠堂孔庙之下。
我在童年的时候，母亲常常带着我到城隍庙去烧香啊。那个时候不过是四五岁，城隍庙里地狱变相图，我们从小看了印象深刻，念头稍稍不正就会想到地狱变相图啊，那些果报自自然然就把恶念洗掉了。这个影响到一生一世啊。所以城隍庙对社会的安定和谐，劝善为过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现在人不知道，以为这是迷信，很大很大的错误啊！这我常常跟人讲，维系中国的传统，中国的这个大道，就是这三个建设啊，祠堂、孔庙、城隍庙。这种设施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善巧方便，用现代的话呢，高度的艺术啊，高度艺术的教学。从这些地方建立六合敬的基础，叫敬和同解啊。六合敬有六条了，这是头一条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建立共识，建立共识，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我们的想法、我们的看法啊，纵然不能达到一致，也得要把这个差距拉近，越近越好才能够达到和睦相处的目标，才能够真正落实利苦得乐。古人懂得，知道怎样去做。现代人不懂啊，自以为聪明，制定许许多多的法律制度啊，我们仔细去观察呢，这些法律、这些制度带给社会造成社会的纷争动乱，无有止境啊。今与古细细做个比较啊，我们很冷静地去观察，才能够真正有能力辨别是非利害得失，不至于盲从啊。共识
非常有必要啊。儒跟佛都非常重视。建立共识最重要的是教育啊。教育从什么时候教起？古人是从胎教，母亲怀孕的那一天就开始教她还没有出生的儿女啊，小孩还没有出生怎么个教法呢？这个地方我们一般人不懂啊。圣人懂得啊，什么叫圣？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通达明了，就称为圣人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圣人是人世间真正有智慧、真正聪明的人。他们知道，母亲怀孕的时候，起心动念、言语动作，都能够影响胎儿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在这个怀孕的期间，不正当的思想，像佛经里面所讲的不善啊，不能有毫分不善夹杂了。不善的念头尚且没有，哪里会有不善的言语、不善的行为呢？你看看，这样做，你才对得起你的儿女啊！你儿女一出生，本性善良，你在这个十个月怀胎当中帮助他，没有丝毫不善影响他。这才叫真正的爱护儿女。现在人谁懂得这个道理？谁肯这样去做？小孩出生之后，做父母责任很重啊，你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都是小孩的榜样。他眼睛睁开了，他就看大人。我们常讲的先儒为主啊。所以父母在儿女面前要刻意做出纯善纯净的样子，教孩童啊，这样才能够把他的根基打好啊。这是一个负责尽职的父母。成年之后，让他学习圣贤之道，学习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，跟现在人上学求学目的完全不相同。古人读书志在圣贤，说志在圣贤，我们现在一般人听不懂。什么叫圣贤？
圣贤有什么好处？我们的换一句话是，这个志在圣贤，就是志在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真相。读书是为这个，果然能够明了宇宙人生真相，自然就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。那我们要问，释迦牟尼佛的生活你愿不愿意过呢？我想你一天摇头啊，每一天到外面透屋树下一宿，你不愿意过这个生活。孔老夫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，颜回的生活你们愿不愿意过呢？一箪食一瓢饮，几乎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！这都是大圣大贤给我们做出的榜样。凡圣的差别在一念之间，觉与迷呀！凡夫迷而不觉，圣人觉而不迷。到觉而不迷的时候呢，无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得大自在。释迦牟尼佛每一天法喜充满，他都快乐。颜回夫子赞叹他说，一箪食一瓢饮，这种生活要是别人去过，夫子讲不堪其忧啊。颜回呢不改其乐，他也是法喜充满。你们想一想，这里面是什么味道？我们凡夫体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不是他的境界。入他的境界，你才能尝到这个里面的法味。法味跟世味不一样啊，这个世间的味是五欲六尘之味。法味超然，超越世味啊。所以我们如果不能提升自己的修养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诸佛菩萨他们所得到的法味，人生至高无上的享受，我们没有法子体会得到啊。所以明了宇宙人生真相，那个见解呢当然相同了啊，见合同解才能做得圆满呢。这一桩事情对我们来说是肯定做不到的啊。那我们凡夫一般人要用什么方法来做到见合同解呢？圣人用的方法了，教学啊。孔夫子说的很多，释迦牟尼佛说的更多。我们的修学无需要遍读
经藏啊，不需要，学一门就好了啊。古人常讲呢，一门要是通了，门门都通了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学佛也是如此，一部经通了，一切经都通了。因此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就比什么都重要啊。修行这两个字要认识清楚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，行为很多啊。释迦牟尼佛把它归纳为三大类：起心动念，这是心里的行为；言语口的行为；身体动作身的行为。行为再多不出这三大类啊，那么这就好说话了。如果我们这个三大类的行为错了，你必须要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今天上午在此地做了一个皈依的仪式啊，同学们发心啊，来求受三皈五戒，这就正式拜老师了啊，拜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的老师啊，我们发心要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。释迦牟尼佛就把修行的总纲领、总原则传授给我们了，这叫三皈传授。啊，皈是回归、回头；依是依靠。我们从错误回过头，依靠正确的，这是皈依真正的意思啊！什么是错误呢？佛也举出纲领给我们说，迷惑颠倒是错误。觉悟啊是正确的，所以头一条就教我们从迷回归，依靠觉，这就皈依佛，佛就是觉的意思。皈依佛就是皈依觉。觉而不迷，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，遵守这个原则啊。我们学的是什么？学觉悟。我们要放下迷惑啊，皈依法啊。法是什么呢？法是正知正见，《法华经》上讲的佛知之见，把我们的邪知邪见放下了，我们要依靠正知正见。皈依身，身是清净的意思，六根清净，
一尘不染啊。放下一切的染污，以清净心，以清净行，这叫皈依僧啊。僧还有一个意义，就是六合敬，我们要远离不合，我们要依靠合，何为贵也？你想想看，这一进佛门，佛就把修行的纲领传授给你。至于你用什么方法去修觉真经，方法太多了，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。为什么佛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？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，方法门径虽然不相同，我们所修所求的是相同，我们的方向目标觉真境相同啊。佛门里头无论哪一个宗派，无论哪一个法门，给诸位说都是修觉真境啊，都是修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这叫佛法。头一天就传授给你了。那么现在不单是在家同修，连出家同修都不例外呀。形式的三皈做了这个形式仪式，实质的三皈完全没有，佛法衰微原因在此地啊。我们的三皈都是有形式没有实质啊，这大错特错。我们再看儒家教学，是不是也像佛陀这样的大慈大悲，从第一天就把他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啊传授给我们呢？没错，儒跟佛同样的伟大了，同样不可思议。儒也是头一天把他的修学总纲领总原则传授给我们了，他不叫皈依。从哪里看呢？我们从三字经上看，这本书在中国流传至少有1500年了。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讲，人之初性本善啊。儒教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教的本善啊，教我们恢复本善。你看看这个意思，跟佛讲的觉真境相不相同？啊，这句话跟佛法里面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一个道理啊。但是现在我们都在搞六道轮回，把本善忘掉了，把本善迷失了了，
不是真的射雕，迷了。啊，怎么迷的呢？底下几句讲得好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啊，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本性是相同的，本善是相同的，丝毫差别都没有，叫相近啊。习是习惯，习性，习性呢，使我们与本性啊，距离越来越远了。我们迷在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当中，迷在名闻利养，迷在五欲六尘之中，这样把一真法界转变成六道三途。啊，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六道三途本来没有啊，是我们自己变现的，真正叫做自作自受啊。如也讲啊，现在圣人大慈大悲来建立教化，建立教化的用意在哪里呢？帮助我们回归到本善，帮助我们回归到觉真境。教育的目的在此，教育的方法儒家也讲得简单明了，这个三字经就是前面几句话非常重要，那个意思深广无尽啊。苟不教，性乃迁啊。教育重要啊，比什么都重要啊。教之道，贵以专。现在人提倡广学多闻，是没错。佛法四弘誓愿里头也是这样说法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但是学法门前面的一条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不断，学法门没有好处，烦恼断了，学法门就有好处。所以一门深入啊，这个贵以专，专能帮助你断烦恼，你的心专一，你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你在这个里头可以得定。佛家讲三昧，定能开慧，慧开之后才准许你广学多闻。慧没有开，你只能够专攻一门，在这一门里面成就戒定慧三学，这是古人教学的方法，不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，而是无量劫来佛佛相传。释迦牟尼佛没有创作，没有发明，跟孔老夫子一样，述而不作。过去一切诸佛，现在一切诸佛，都是从这个原理原则
修行正果的。我们如果不遵循，想自己另外创造一条方法，恐怕不能成就啊。所以真正想成就，唯一的依靠还是老老实实啊，乖乖地跟着古圣先行走。没错啊，我跟诸位同学说，我今天这一点成就，就是老实跟着孔老夫子、跟着释迦牟尼佛走的啊。我也没有创造，我也没有发明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就是听话了。啊，人最忌讳的自以为聪明，那就坏了。麻烦就大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华严经，你看看幕后五十三参，善财童子参访着五十三位善知识。这五十三位要用现代眼光来观察，就是我们现前的社会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这五十三个人都是诸佛如来化身实现，不是凡人。他所实现教导我们的都是自己谦虚尊重别人。善财童子来参访，他给他开示，很谦虚地说，无量法门，我只知道一门，知道还不够深，别的善知识他们知道的多，他们知道的比我深，你可以去到那一边去参学。个个都是自己谦虚尊重别人，我们应当要学习啊！现代人犯的大毛病都是自己赞叹自己，毁谤别人啊！只有自己不能容忍呢。我们晓得这是大病呢，必须要把它改正过来。一生永远谦虚，我们不要跟佛菩萨比，跟祖师大德比，我们感觉到差得太远了。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谦虚恭敬的心自然就生起来了。书经上讲，慢招损，谦受益啊。这两句话如果我们用它来观察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无论从事于哪一个行业，乃至国家的领导人，谦一定受益，慢一定遭损。这两句话真理啊。西方的教育理念思想跟我们中国人不同过去我在美国住过十几年，
也接触到那一边教育界的人士，我常常跟他们谈，西方人教育的理念是竞争，从小孩就培养他要竞争，这个观念不好啊。竞争再提升一层呢，就是斗争啊，斗争再提升呢，就是战争啊，战争到最后世界末日就光临了。所以那个教育的理念是死路啊，终极的目标是世界毁灭。东方教育思想不一样啊，从小教小朋友忍让啊，你看从前小学课本里的含念，孔融让梨啊，融四岁懂得让啊，外国人没有这个思想啊，唯有忍让啊，它是和平的，它是安定的，这是一条生路啊，竞争是死路啊，忍让是生路啊，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所以六合敬头一条要建立共识啊，我们的共识一定要遵循圣贤人的教诲，要把经论上教导我们的大道理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，把经典里面的教训变成我们的思想行为啊，言语行为，我们就得受用啊。今天这个世界是有史以来没有见过的动乱的局面呢，今天世界上大富大贵之人身心都不安的，他并不快乐啊，他过的生活非常痛苦啊，原因到底在哪里？所以到最近，我才看到昆士兰大学提出和平与冲突问题的研究。这个理念非常好，希望从这个理念带给这个世间一线光明啊！总算是把这个社会的问题根本呢发现了啊，问题发现，问题的原因还没找到，如何对治也没有办法。